很多人认为想要长高就是应该要多喝牛奶、多吃钙片，但是呢，其实这样的是错的，因为医师指出，这些充其量只是在增加骨本。如果真的想要变高的话，应该是要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，因为它们所分解出来的氨基酸才能够真正刺激生长激素分泌。另外，充足的睡眠、均衡饮食，还有适度的运动，也都是长高的重要关键。想长高，喝牛奶、吃钙片，真的就有效吗？医师指出，长高不是疯狂补充钙就可以的，多吃钙只是提供原料，让骨骼变硬；充其量只是增加骨本。钙质这个东西其实是让我们的骨头变硬，但是因为它不能够刺激生长激素的释放，所以其实吃钙本身不会让孩子长高，真正会让孩子长高的是氨基酸。说穿了，是多补充蛋白质和它分解出来的氨基酸，成长中的儿童、青少年才能刺激生长激素分泌，真正达到效果。真正会让孩子长高的是氨基酸，有一些像精氨酸，它可以释放生长激素出来，这一类的食物，蛋白质食物才真正会让孩子长高。像是植物蛋白质可以多吃核果类和豆类，而动物蛋白质以虾鱼等海鲜类、鸡胸肉、猪肉为主。而长高的三大支柱其实就是饮食、运动还有睡眠，做得好，长大的机会就会比别人还多。